大家好，今天就要介紹我哋 Asia Tiger 嘅聖誕套裝，就係 Asia Tiger 有線麥同埋呢一個補光燈嘅。好啦，入正題啦。咁啊，點解呢個套裝係包含呢個有線麥同埋補光燈呢？因為好多時候咧，聖誕節我哋都想拍一啲片去紀念翻一啲好特別嘅時刻，例如食聖誕餐啦，例如同你嘅摯愛去旅行啦，例如一啲祝賀嘅聖誕短片或者説話等等，其實用手機都可以做到嘅。不過你都要解決兩個問題啦，就是、有時收音會唔清楚，或者你拍嘢嘅時候個燈光太暗啦。尤其是你食聖誕大餐咧，好時候咧都係啲好 moody、好有情調嘅餐廳，但係無論你影相啦、拍片咧，都是用閃光燈會太勁啦，會令到成件嘢白瀨曬啦。如果唔用燈嘅話，又起曬渣太暗啦。咁所以補光燈都係好緊要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大家有咗 Asia Tiger 無線麥，係一個非常好嘅選擇。咁但係有時無線麥咧，你都未必會日日擺喺袋咧拎出街嘅。咁如果你是一個 YouTuber 或者你女朋友 YouTuber 或者你想你女朋友做 YouTuber 咧，有線麥一個好嘅選擇。其實只係非常之輕。同埋好細嘅一個 size， 咁你就可以將呢個尾咧就直接跟入電話，可能係三星啦，諸如此類嘅電話。如果你係 iPhone 嘅，你只需要買一條 Lightning 轉翻 3.5mm 嘅轉頭啦，或者如果你係 Android 嘅話，華為啊諸如此類咧，就買一條 USB-C 轉翻去 3.5 就可以解決到噶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有線麥，咁一邊咧就擺喺個頸嗰度啦，即係領口啦，一邊咧就插翻入手機，咁就用到噶咯喎。咁咪非常輕巧啊，咁亦都係非常即係經濟啦，百零蚊你跌咗咧都唔怕會唔見嘅 ，OK。好啦，咁呢一個咧之前咧都介紹過好多啦，呢個係一個好經濟、好輕實惠嘅補光燈，咁啊打開嚟睇下啦 ，OK。好，咁呢一個補光燈咧，其實就包好多配件嘅喎。咁首先係盞燈啦嚇。咁由於佢係比較經濟同埋低階咧，其實佢咧就冇得調色温嘅。佢原生咧係一個 daylight， 即係5600左右嘅白光燈嚟嘅，就咁樣啦。咁當你想要轉做tungsten 啦，尤其是去到高級餐廳，通常都係蠟燭光嘅，咁你就加翻個罩，變咗做橙光啦。試一試啦，佢原本盞燈有三檔嘅，應該係聚光啦，其實都幾光嘅嚇，跟住暗少少啦。OK， 第三檔就其實係即係求救用嘅一個閃光燈，咁所以基本上係得好光同埋冇咁光嘅啫咁樣。咁當你而家係白光啦，我擺咗喺一個黃色嘅罩嘅時候咧，就暖咗好多嘅，見唔見到黃啲嘅、白啲嘅 ？OK， 咁呢個就係basic 呢盞燈叫 pocket light 嘅光度同埋用途啦。好啦，咁最緊要咧就係佢唔需要入電嘅咧，因為佢本身已經係有電嘅啦。佢就連埋一條線啦，你加入去啦，尿袋插到啦，插電電話嘅插蘇插到啦 ，OK。咁比較正就係有四個配件啦。第一個咧就係呢個吸盤嘅夾，你可以吸落玻璃啦，可以黐喺玻璃度、黐喺鏡度打燈啦 ，very good 嘅呢個。第二個咧就係一個 hot shoe 位啦 ，hot shoe 位就呢一個啦，夾咗落去 hot shoe 即係咩啊？可以插落相機頂啦，攝錄機頂啦，可以做到一個機頭燈啦，咁就非常好嘅。第三個如果你用有 earphone 嘅電話夾咗落去，插翻落 earphone 個電話側邊，咁就可以做到噶啦。咁呢一個係非常好嘅。第四個，如果你 iPhone 你已經係冇咗 earphone 嗰啲窿點算咧？佢夾咗落去，咁亦都用呢一個夾咧，可以夾住個 mon 同埋部機嘅側邊，咁就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夾住個電話啦。咁要小心啦，如果你唔係做導膜嘅，如果你做普通 mon 貼嘅，小心加入嗰時候會刮爛你嗰張 mon 貼，咁要特別注意嘅，因為都比較緊嘅呢個做得。好啦，呢個就係嗰個 friendly reminder 啦。咁基本上咧，成套嘢燈加呢個有線麥咧，聖誕節呢一個優惠價都做緊200蚊嘅啫。咁第一就希望你真係買嚟試下啦，因為講咁多真係冇用嘅，你唔買上手，你唔試過，咁都係嗰句啦，即係買翻去跌都跌咗啦，你200蚊係咪？買翻去試一試呢一個女仔嘅擺喺手袋仔裏邊，相信我，
你會多謝我嘅，因為你有時要影 IG 自拍，你幾千蚊食個 fine dining， 但係你發覺係影咗出嚟乜都影唔到咧，你係想喊嘅。而呢一盞燈咧，絕對幫到你 ，OK？ 或者你係男朋友，你係老公嘅，你會多謝我，因為你老婆都會或者你女朋友都會多謝你 ，OK？ 好啦，咁至於你真係有興趣做 YouTuber 拍嘢嘅，相信我有好嘅聲音咧，亦都係會幫到你好多。咁呢一個係簡單易用啦。咁當然記住啦，你冇一樣嘢係完美嘅，但係用一個咁經濟嘅價錢咧，可以俾你體驗到拍片或者影相嘅樂趣咧，非常值得。而最緊要係咩？你用唔著，你送俾人咧，佢都會多謝你。甚至乎咧，你可以嚟緊啊公司抽獎禮物啦，已經唔會100蚊抽獎啦，係咪？應該都200蚊啦。咁呢個禮物咧就啱啱好啦。OK， 如果你仲有啲100蚊抽獎嘅聖誕 party， 咁你咪分開咯嚇，一人一邊咁樣，咁你就可以去兩次呢啲聖誕 party 啦。Anyway， 咁啊，今次咧絕對唔 hard sell， 只係想介紹啲好嘢，名額有限啦，盡快去以下嘅連結裏邊咧 order， 咁你就可以有呢、這個聖誕優惠嘅套裝啦咁樣。咁啊，之前冇介紹嘅，因為唔喺香港啦，咁而家翻嚟啦，會做多啲片啦。咁有問題可以留下 inbox 揾我。問我，咁我會盡量解答啦。覺得呢條片好，呢、這個產品好咧，記得分享俾你嘅朋友，一齊 share 啦。第三，如果你覺得呢個 channel 非常好嘅，唔該你 subscribe 佢啦，或者你叫你嘅朋友 subscribe 啦，我哋一齊會做多啲好片去 share 俾大家嘅。今日時間到咁多，多謝你嘅收睇同埋支持同埋寶貴時間，下次見。